大家晚上好，我会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的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的闭上眼睛，眼皮慢慢的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周或者眼皮，轻松的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用这个肉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然后我们就来สบาย สบาย的坐。สบาย是静坐的核心。สบาย包含了两个方面，就是身体สบาย跟心理สบาย。如果我们的身体感到สบาย，我们的心里也比较容易跟着สบาย。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里感到สบาย，我们的身体也会跟着สบาย。所以互相影响哈，我们现在就先来以自己感觉轻松สบาย的坐着来打坐，腰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也都可以。现在我们先不管坐着好不好看，庄不庄严，我们先以轻松、สบาย为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坐下去了，我们感觉没有勉强的，而感觉这样做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痹麻痛，这样就可以哈。我们都没有给自己太大的目标，一定要调到100%的สบาย，不一定啊。我们先让自己感觉没有勉强的，这样就可以。然后，如果
什么时候，哪里感觉有酸痹麻痛的感觉出现，我们随时都可以调整，没有关系，慢慢来，慢慢调整。然后我们一起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我们来扫描一遍就好，调整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感到轻松、失败，慢慢来，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整个头部都放轻松。如果哪一位有感觉头部有重重紧紧的感觉，现在我们就调整一下，把它放轻松，失败这是包含了三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轻松舒服，慢慢来，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我们完全都没有赶时间，我们也没有感觉静坐很难。因为我们只是来坐着休息而已，所以就请大家失败的坐，头部放松，颈部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我们全部都放轻松，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腰部、脚部、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全身都放轻松，毫无用力，毫无紧张，感觉很失败。很自在，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的体内是空心的，也就像一个空心的透明管子一样。里面都没有任何内脏、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身体就变得很轻，感觉很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深呼吸两三下，增加我们轻松、舒服感。我们来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吸收来自大自然的正能量。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现在我们体内感觉是空旷、通透、轻松、失败。感觉很失败。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身体的中央点就是我们心意的家，我们都没有紧张。现在我们就把心安放在身体的中央点，心越静越定，舒服感越来越增加。现在感觉不想要什么东西，感觉能够把心安放在这里，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如果哪一位还想意念一个所缘，我们也可以意念看看。如果哪一位想意念到一颗圆圆的月亮，也可以。圆圆的月亮就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感觉轻松舒服。如果哪位还想默念圣号，我们也可以轻松舒服的默念萨玛阿拉含的声音，萨玛阿拉含，萨玛阿拉萨玛阿拉全身都感到轻松、失败，
画面，我们就意念到圆圆的月亮。我们的心也可以默念萨玛阿拉含的声音，慢慢来，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宁静、轻松、舒服。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我们只要静静的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哪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哪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的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阿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的那些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萨婆พุทธาปะละปะตาปะจีกานัญ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ะระหันตานัญ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ฆั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โตเต
请大家以最发起的心，互相随喜功德，三途。前一天要跟大家讲一声，不好意思啊，要抱歉了，就是因为，一开始分享佛法，讲了几句，电脑又出问题啊，然后一直重新开机，然后就等很久，节目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跟大家说再见，就自动结束了。那么今天呢，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这几天国际短期初阶就要开始了，所以呢，今天必有短短的影片先给大家看，然后我们看完再回来继续听本生经啊。那我们来听一下。对不起，被分享错了。清净庄严的出家人生活。每年七月，泰国法身寺都会为善男子举办国际佛法新传者短期出家活动。出家是特殊的人生体验，另一种自我锻炼。在此，我们学习佛法，学习禅修静心，体验来自内在的清净、愉悦与安宁。短期出家活动的佛学课程是按照佛陀的教导以及法身寺住持法胜大师、师命大师的教导，由精通中文的僧团长老教导佛法及带领禅修静心，让佛法新传者学习洗净心中杂念，不执着于身外之物，真正感受到静定的快乐。除了课堂上学习佛法及禅修静心，也训练佛法新传者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平常心，时时刻刻维持身心的宁静，具足正念，改掉陋习，培养好习惯，外在干净整齐，内在清净明亮，尊敬法师的教导，严谨地持守戒律，认真地学习与修行。虔诚的信仰心，追随佛陀的足迹，沉浸在佛法的福海里，
过着清静庄严的出家人生活。当我们光亮了起来，这光明会自然地散发出去，从自己的小世界到家庭，到工作职场，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一直到全世界，都会因此而明亮起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到病人，然后病人看到这身袈裟，这身装扮，他并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是因为我穿了袈裟，然后我这个装扮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眼泪突然掉出来之后，就对我的触动，就是我也忍不住，这个眼泪就是很自然的流出来，然后就自己心里面就会去想，哎呀，我有这么一个好的身体，我为什么不用我这个身体去做好事、行好事、帮助人，不要去染一些比方抽烟呀、喝酒啊，然后各种恶习，去浪费这个自己的身体，这一生不就白费了吗？以前我有很多的贪爱，我也有很多的嗔恨。20多天的洗礼之后，我感觉我的贪爱减少了，尤其是我的嗔恨也减少了，我的内心获得了平静。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把学到的所有东西如实的、如法的实践到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去，因为我真的感觉它特别好。洒脱哦，法喜啊！那我们接着就来继续听本身故事。尼米拉沙本身故事今天是第八集啊。我们这个尼米拉沙本身故事上一集讲到国王他是想邀请辟支佛。就是所有的辟支佛来接受他的供养讲到这里所以呢，当 这位隐士他当代表嘛，就通知所有的隐士说帕拉那西城的国王要供养给各位隐士食物，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在西塔河边那里等了。国王恭请各位呀，要请各位到营里去接受食物，为了让国王得到功德。那些隐士他们都答应啊，是很大的福报。隔天早上就飞到国王的营里，国王迎接了那些隐士，请他们坐在已经布置好的坐垫，再来供养了精致的食物。国王很信奉那些隐士的威仪与殊勋所以就恭请他们在日后的每天再接受供养在日后的每一天不是那一天而已，每一天。而国王每天就待在西塔河边那里将食物供养给所有的隐士，如此供养直到往生，总共10000年。他修了多少功德啊？很多，每天都这样做。当帝释讲完过去的故事后呢，就告诉尼米王说当时的帕拉那西城的国王不是其他人，而是我表示帝释有修这个大功德。当时我是极佳的布施者，但是我却不能跨过欲界转世到色界，因为色界比欲界高啊。至于那些使用过我布施食物的所有隐士，却可以跨过欲界转世到色界，因为他们终身修梵行，比我纯洁清净的所以布施跟修梵行的功德哪个比较多呢？
就放行的功德还是比较多的。那接下来的故事是怎么样？我们下一集，我们明天再继续听啊。今晚我们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明晚见。